我还有一个小时准备上课。我得先吃个早餐，然后洗个澡。有一条来自老师的短信。不好了。老师今天想做一个小测验，我甚至什么都不准备，我该怎么办？哦不，我知道了。快好了。喂，对不起老师，我没记到时间。你应该就知道，你记到了五分钟，大家吧。的细节给你。好的，老师。约好的上课时间到，请确保在交给我时间。谢谢你的姓名的学生好吗？老师。这是我的家，谢谢你。大家们聊，为什么大干净来很沮丧？这个我就已经到了我们那个阶段。我该怎么办？嘿、hey, 你好吗？发生了什么什么？哦，难怪你今天这么的弱。嘿，别担心，我们还有一起集中和期末考试，您可以在这两项考试中做得更好。遗憾爱这一项，别太紧张了。是的，我们仍然不知道结果，所以何必站在这儿就这样。你已经进来了，快来参与我们吧。亚历对呢，他身体很精灵，图不好、哦。看一看，这正是我今天的官带。耶！你好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感觉好起来吗？我不再感到难过，你们是对的。我不应该为我仍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感到压力。我需要从我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就像中国人有所说的“谨一时，忍一时”。真是感谢你，你们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再见，明天再见。再见。